大家好，我是伟豪。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是西藏林芝市的柏树王景区。据说啊，这里有一棵柏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，被誉为世界之最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它这个景区啊，离这个林芝市不远，就几公里。开车的话，10多分钟就到了。我现在到的位置呢是林芝市的柏树王景区。哦，这儿是需要门票的。柏树王，世界柏树王园林景区，旺季的门票是30，然后现在是淡季只要15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。我们在这个景区可以随处看到这个禁止吸烟的这个警示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棵柏树呢，就是世界柏树王，它的树龄呢有3233年，然后胸围是14.8米，树高有50米。这棵柏树呢，就是被称为世界之最的柏树王。距离巴宜区13公里，海拔3040米，林内有10公顷珍贵巨柏，平均树高44米，直径1.58米，其中最大的一棵树高50米，胸围14.8米，树龄已有3233年。被誉为中国百科之最，相传此树是本教祖师辛饶米宝的生命树。